好的零件是不是坏了？说修好了就让我离开？那你盯着我看干嘛？我说，以后哪还有油头欠你人情呢？这天地乃是最大的机库，东西坏了就该修好，为自己，为上头，为天下，总做选择干什么？当然是都要啊！火雷穿空，巧夺天工，你猜上一猜，如今墨举到底听谁的？在你们这些名门大派的弟子们眼中，所谓江湖，包括像我这种人吗？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这一身本事能换多少银子？挖土，我可是专业的。斩风穿裙，找小的帮忙。嘿，你可真有眼光，我又能挖土，又能找宝贝，带一次不亏，雇两次血赚呐。